自我让我心忧，博多那呀伊诺，阿里萨哟乌梅诺，ひがみえる，ひがみえる。中华民国102年4月30日未时，市定古迹济州庵修复工程上梁典礼，辅以日吉时梁，天地开仓。今日正是上梁大吉日，并请本境土地公、本地地基主、地灵公保佑上梁大吉，宏图大展，居住安康，一切平安顺利。2003，我们城乡所有一门课，就希望同学直接去体验空间跟环境。所以有一组同学，他们就在古亭区走来走去，然后就感觉到说，一堆违建的里面有一栋日式的建筑，然后要把这些人搬迁，就盖停车场。所以重点就是说，同学要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是济州庵的历史，一个是有很多这些老树，然后这个课题需要有一个解答。因为如果你不去解答这个问题的话，都把它拆掉变成一个停车场。我们第一次听到济州庵的名字大概也是92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决定要锁定在这个济州庵周围的这个社区的区块来做进一步的调查。那我们现在讲的济州庵其实是整个建筑物的最后剩下的一栋房子，正式的名字应该就是济州庵的梨屋。
那它的主屋在我们进来接触间它已经烧掉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试着去做挖掘，确实还是有找到一些砖墙，但是上面的房子因为都已经烧掉，所以不太可考以前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哇，这个地方好混乱哦。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还跑，就是做基础调查的时候，我们就跑进去做一些量测。可是这个地方找资料过程是遇到瓶颈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先从老树保护开始的。就是围着济州湾，其实有一大片的那个榕树林，周边还有一些灌木，所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就像一座很茂密的森林。今天济州湾留下来的一个起头的原因就是树。后来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热心，打着大石锅，大热天里头，然后还告诉我们，还介绍这些树木啊什么的啊，真的很唤起那个居民对这个社区资产的一些认识啊，保护的心意。癖になる。